OK，来，所以你们可以开始点名了哦，然后就是，也就是拿出你们的那个 Form One Chapter Three 的那个 Science 作业簿啊，OK，Form One Chapter Three Science 的作业簿，然后，也一样就是打开你们的那个摄像图哦，打开你们的那个摄像图。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就是那个 Form One Chapter Three Science 的那个 exercise，然后这里的话，老师，我没有 form one 的。你没有 Form One 的话，干嘛你没有 Form One？你没有 Form One 的话呢，你就 stand by 纸张了，不是讲你没有作业簿，你就不用交功课，不是这样哦。对啊，所以因为你是不可能，你是不，现在我们也回不到学校，然后你也不可能就是要等到学校帮你买那一个作业簿，所以其实可以的话呢，你能的话你就要自己买哦。因为你没有买的话呢，你其实是什么东西都不用温习了咯。对啊。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就是3.1 homeostasis in living things 啊，OK，所以这一个的话呢，也是一样，就是请你们看好来题目才来做，OK，先看好题目才来做。所以呢，这一个的话，你可以看到它就是讲 dig correct，OK，dig correct in the box if the statement is true，所以就是叫你打勾哦。然后这里的话呢，唯一的错误的话就是 D donkey 跟还有 F 跟 H 啦，所以呢这里的话我就只是纯粹讲为什么 D F H 它会错呀，所以 D 的话呢，the amount of carbon dioxide excreted by the lungs remain constant at all times，所以这一个呢其实就是有讲到就是说我们肺部排出的那个二氧化碳的量每一次都是一样。所以这一个肯定是错的嘛。如果你讲你累的话，或者是你喘的话，比如讲你跑步跑了1公里、2公里，连续不断的跑，你当然是会很喘的嘛。所以你释放出的二氧化碳一定是多的咯。OK 啊，所以 donkey 是错啊。然后呢，这一个 F 的话呢，more water is lost by the skin and less by the kidneys than in warm weather。所以这个其实不是 cold weather 啊，是 hot weather。OK，F supposedly 要正确的话是 hot 啊。OK，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H 的话，water contents in the body increases when we sweat。我们流汗的话，水分肯定是少的嘛。OK，因为现在我们在失去水分哦，哪里有可能增加？OK，所以 H 是 decrease 啊。OK，H supposedly 是 decrease 啊。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再提醒大家多一次，请打开 camera 哦，请打开 camera，因为有很多学生没有打开，网课那么久了，不可能是那个没有买到摄像头啊，还是什么啊？所以我再提醒多一次，请打开 camera 啊。那一些没有打开的话呢，所以你不要。过后你不要怪我啊，我没有，我就是给你缺席啊。所以来，再接下来的话呢，第二题 A 的话，我们又怎样呢？第二题，所以第二题的话，你看就是 what is the total volume of water lost by various organs per day？所以这一个的话，你就只是纯粹看着那个 graph，然后再来把它计算起来就可以了。看着那个 graph。再把它计算起来就可以了。怎样呢？你就是跟着那个图，比如讲 kidney，你看它是150吗？所以呢，你就写150啊，不是150，1500吗？所以你就写1500咯。然后呢，skin 的话又是多少呢？skin 的话大概就是550，550，因为它一格一格一格，你这样跟着算就可以了。因为它就是相差50的。
400, 450, 500, 550, 600, yeah? 只是呢你的那个 cm per cubic 的那个符号啊, 哦, 因为我这里是 OneNote 的缘故, 所以我很难写到, 哦, 所以它是 cm 三次方, 哦, 哦, 所以如果 万一考试有出类似这样的题目的话呢, 请你写好了后来啊, 1500cm 三次方啊, OK? 三次方哦, 哦, 不要直接写cm 三, 我直接给你错啊, OK? 因为没有这样的东西, 写好来啊, cm 三次方, cm 二次方, 这些东西啊, 哦, 因为英文呢是 cm squared， 然后或者是 cm cube 啊。OK啊。哦，现在我还发现到还有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11个，11个没有打开 camera。 所以这11位呢，你再不打开camera的话，你可以跟你讲，你今天是缺席啦。OK，来，所以再接下来，所以我也不讲是谁啊，你自己心知肚明啊。OK， 所以再接下来的话呢，Boy, what fraction of the total water loss is lost through the skin compared to total water loss? Show your calculation. OK 啊，所以呢，这一个呢 ，fraction 的话就是叫你写出它的那个分数了。 呀，写叫你写出它的那个分数咯。这个不是，这个是2050。呀，所以这个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要你写skin 的嘛。OK 啊，他要你写 skin 嘛。哦，就是说 skin 呢，它就是占我们总失去水分到底有多少分数。OK 啊，所以呢，这里的话，它就是叫你比较它咯。就是说 skin 我们是550嘛。 然后总失去水的那个量呢，我们是2050嘛，对啊，所以呢，我们就把550除以2050，然后呢，我们就得到41分之11咯，对啊，就是这样写而已。哦，就是这样写不了。OK，然后就是这样写不了啊 ，fraction 嘛，叫你写分数啊。 OK， 所以呢 ，C 的话呢，它就是叫你 explain why a person who does vigorous exercise each day would lose more water. 所以这一个的话呢，它就是有讲到一个人哦，他一直进行剧烈的运动，每一天哦，然后他会失去更多的水哦。为什么呢？因为 exercise 的话呢，我们的新陈代谢会很高的。 对啊，所以我们新陈代谢很高，然后它会 produce more heat 哦，因为我们一直运动嘛，这一个新陈代谢一直产生出能量哦，所以呢，我们的那个流汗的速率呢，它会增加咯，然后呢，而导致我们氧气不啦，导致更多的水也是会失去了。OK， 然后呢，当然你呼吸的话呢，我们也是会失去水分的。对啊。 所以，因为我们呼吸的话，你是会释放出氧气，二氧化碳跟水蒸气，啊，你会释放出二氧化碳跟水蒸气啊，啊，所以 OK 吗？ 所以 donkey 的话呢 ，donkey 的话就是 the volume of water loss by the skin increases and the volume, of water loss by the kidneys decreases. Explain why. 然后这一个的话呢，它就是讲到 increased sweating in summer causes increased water loss through skin. 哦，这一个的话，它就是讲到 summer. Summer 是什么？夏天。夏天的话是会很热的，对啊。 夏天的话是会很热，很热的话呢，意思说你就是在流汗。OK， 很热的话，你就是会讲你在流汗。然后呢，当然你流汗的话，你会失去更多水分哦。然后呢，你当然小便就会减少了。你看，我们身体呢其实不是没有讲道理的。OK， 它失去很多水分的话呢，
它就是会你的尿液就是会减少。看、okay? 哦 ，summer 的话就是夏天啊。看、okay?。好，所以我再给最后一次 last warning 啊，13号，然后34号、46号、6号，还有跟38号，没有打开 camera 啊，然后学号200458也是一样，你没有写你的班号哦，所以我也不想要讲你的名字啊。Okay, 34号还有38号啊。Okay, 38号啊。38号没有开哦。所以如果再不开的话呢，你就是缺席啊。哦，用两个 account。Okay, okay, okay. 啊，有有有，看到你了。怎么我看到又有人关 camera？ 嗯，对啊，所以呢，再接下来哦，我们再继续啊。OK， 所以呢，再接下来的话呢，就是第三题的时候。OK， 好、哦，第三题啊。所以这个第三题的话呢，它就是有讲到 human skin， 因为 human skin 的话，它就是叫你 name the parts label A B C 啦，呀、yeah, ，A 就是 hair， B 就是 capillary， C 就是 sweat gland， 就这样简单罢了，呀、yeah, ，所以这里的话呢，B 的话呢 ，produce sweat 的话，我们当然就是指 C 咯 ，OK， 然后 carries blood to the skin surface， 这个我们就讲 B 啦，呀、yeah, ，因为毕竟 B 就是血管。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再来看 C， a person who does physical activities in a hot climate， often drinks more water than normal，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啦，跟上面的 summer 一模一样吧，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习题就是一直不停的在重复不了，你看一直不停的在重复，你热的话你肯定是会流汗，你流汗的话呢，你身体里面的水就是会降低，你看你身体里面的水的量就是会降低，降低了过后，你的小便就是会减少，就是这样不了。Yeah, 来来去去，你看他的回答的那个技巧是一模一样的。Yeah, 所以他的题目呢，就只是换一个角度，换一个方向来问你而已。OK, 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哦，所以我们下一堂课啊，你就是准备那个综合科学下册哦，对啊，所以你们就要准备综合科学下册了啊，所以我们会进入下册哦 ，OK， 哦，所以上面呢应该是好了吧，因为就只是几个字吧，哦，所以我再拉下来啊 ，OK，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如果你来不及抄的话，你就是要 screenshot 了咯、yeah? 因为这一个部分其实你们作业簿里面是有答案的 ，OK， 所以真的来不及的话呢，你就先看那个答案的部分，因为现在呢，我比较 more focus 就是要解释，好，所以这一个第四题的话呢 ，transpiration is the evaporation and diffusion of water from the internal parts of leaves. It is an important process.For the survival of plants， 所以这一个呢，它其实就是在讲这蒸腾作用对于植物来讲它是有多重要。OK 啊，所以呢，因为 transpiration 它 with water for evaporative cooling， OK， 所以因为植物它不像跟我们动物这样会流汗，呀、yeah? ，会流汗来冷却自己的身体。哦，植物呢，它会利用蒸腾作用来冷却它自己咯。Yeah, 然后呢，甚至呢，这一个蒸腾作用可以帮助植物进行光合作用，
在你们小学里面一直都有读到，就是说植物它需要二氧化碳，需要阳光，需要叶绿素，需要水，它才可以进行光合作用。Yeah, 所以 transpiration 呢，就是会 make sure 植物一直有足够的水的摄入量。OK， 一直都有足够的摄入量的水啦。然后呢，当然 the GDD means that 就是它要让植物更加硬咯。Yeah, 就比方说，哎 ，sorry， 因为那一个 ，hello，testing，testing。Yeah, 所以呢，这一个呢 the GDD 的话，就比方说，比如讲 supermarket 那一边。加 mall 那一边，他们的那个蔬菜啊，他们一般上都是一直都会喷水的 ，OK， 它不会这样放着这样，因为毕竟 aircon 呢会很干燥，它会导致那个蔬菜变干掉，所以呢，一般上他们都是会喷水。喷水要做什么呢？因为要保持它的新鲜度，好，要让它一直都硬硬着，啊，因为它干燥的话呢，那个蔬菜会软掉的，哦，所以呢，这里的话呢。水呢就是可以让植物一直都是会得气的、哦、呀得气呢其实是用来 support 植物的哦呀植物要依靠水来支撑它自己啊然后当然就是 mineral 的 movement 哦就是矿物质可以被运输啦等等之类 OK 然后 B 的话呢这一个的话它就是讲到 structures of the leaf is adapted with waxy cuticle and small numberof stomata on upper surface 这一个他也写错了、啊、lower supposedly 请大家改一下看请大家改一下这一题哦因为他讲到 upper 看 upper 我们讲 lower 啦看请麻烦你们帮我改一下、啊、一般上呢植物的、那个气孔啊它都是会在叶片底部下面，对吧？都是会在叶片底部哦，不是上面呢、啊。一般上都是会在底部的。OK， 所以不要讲上面啊。呀，麻烦你们帮忙我改一下 ，lower 啊。哦，所以那一些没有作业簿的话，你自己在旁边就是提醒你自己啊 ，remark 一下。就是这一题错了、啊、你要写 lower 啊OK 所以呢我们再接下来哦、啊、哦，所以我们这一个部分的话、哦、它其实是蛮少吧 OK 所以也是蛮快吧、啊、OK 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 section A、哦、section A 的话呢第一题为什么会是 C我就一题一题来跟你们讲了。What is the best definition of homeostasis? 最好的答案就是 C. A, B, C, D 里面其实都是在讲着 homeostasis. Yeah, homeostasis 的好处。然后呢 ,A, B, D 的话其实都是在讲着好处啦、哦。只有 C 是最贴切。Yeah, 所以再重复的意思哦。A, B, C, D 里面其实都是在讲着homeostasis 只不过呢 ABD 的话都是 model 它的好处 yeah, model 好处然后如果你讲 definition 它的叙述的话呢最好就是 C 啦 yeah, 最好就是 C 咯 yeah, 因为你每次呢就是解释叙述的话你不可能写 ABD 的嘛这些都是它的例子、哦、然后最好的话呢就是写 C 啦 OK然后呢，再接下来第二题的话呢，第二题的话又是什么？第二题的话，它是有讲到 what system generate heat when the body temperature drop too low， 对啊，所以我们身体的温度降得太低的话呢，哦，降到太低的话呢，我们身体哪一个部分会做出什么反应呢？就是我们的 muscular 或是 endocrine。这一题有两个答案，对啊，你的肌肉那一边。或者是你的内分泌，内分泌呢，其实分泌，尤其是那一个甲状腺激素的话，它会增加你的温度的。OK， 然后你冷的话呢，就是因为 temperature drop too low 就是冷嘛，所以你就是会发抖。呀，发抖的话，就是你的那个骨骼肌会一直发抖哦。呀，骨骼肌就是肌肉来的，所以 A 咯。呀，第二题有两个答案哦，所以请你们圈起来。A 跟 B 啊，好，然后第三题的话呢，也是一样
这个也是冷。Yeah, body temperature drop below the set point. 这个也是冷啊，第三题。Okay, 所以第三题的话呢，你来看就是 shiver 咯。Yeah, 你冷的话会怎样？发抖，就是这样吧。OK,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第四题又是什么？ What is the body response to the stimulus of getting overheated? 所以这个是热，热的话会怎样？口渴跟流汗啊。Yeah, 第四题就是 A 吧。B、C、D 都错到完全不难 ，OK？ 因为热的话，你不可能发抖了嘛，呀，热不可能发抖。然后呢，热的话也 C 也不可能发抖 ，OK？ 你看 B、C、D 都有发抖哦，呀，所以第四题就是 A 啦。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第五题，第五题 ，If the environment gets cold， 这个又再是冷，呀 ，will often shiver to order in order to。Increase the body temperature. 你发抖呢，其实就是我们身体尝试在给你运动。啊，你不想运动不用紧，你其实冷的时候你就是会在发抖了。发抖其实就是在运动。啊，哦，虽然它不能 burn fat 啊，不能运动到可以紧到帮你 burn fat 啊，可是至少呢，就是给你的身体产生出一些能量来加热，就是增加你的身体的温度啦。Yeah. 哦，第五题是 C 啊。OK， 然后第六题呢？第六题的话就是 Which of the following animal uses saliva and urine for cooling? Urine 的话我就不太清楚了，可是一般上都是 cat。Yeah， 第六题其实是错了哦，答案给错答案啊。哦，我一时忘记答案是给哪一个了 ，A、C、D 还我忘记了啊。只是第六题最好的答案就是 boy 啦，猫啦。Yeah, 因为猫呢一般上你看它一直都是用舌头一直舔自己的手脚、yeah, 虽然我们知道它是在冲凉，其实它就是在冷却它自己、yeah, 冲凉呢其实就是要用来洗，就是清洗你的身体，甚至是、就是酷到你自己、yeah, 一般上你热的时候你都是会选择去冲凉嘛，有时候、yeah, 其实就是要酷到你自己咯。呀、yeah, ，猫也是一样啊。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第七题又是怎样？第七题的话 ，extra water is removed， 这个就不用看了啦，蒸腾作用。OK， 第七题就是 A。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第八题又是怎样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a part where the gases pass in and out from a leaf？ 所以答案就是 C 啦。Yeah, stomata。哦，气孔啊。OK， 所以就是这样吧了哦。好，所以我们再接下去啊。第八题是 C， 然后再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来看就是它的一些的题目了。OK， 所以这个的话呢，它就是叫你 labor， 干 labor， 它有 sweat gland， 它有epidermis， 它有那个 blood vessel， 干，所以呢 ，X 跟 Y 是什么呢？X 就是 sweat gland 咯 ，Y 的话呢就是 blood vessel 咯，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因为它有讲 sweat 有流汗，所以这个一定是 sweat gland 啦，用看了啦 ，OK 啊，好，然后boy 的话呢也是一样，我就是会讲正确的就对了 ，OK 啊，因为这一个 boy 的话呢，请你也是要看清楚哦，这个现象你流汗啊，它是 hot 啊 ，OK 它是热天啊。所以呢，二跟四呢都是在讲 cold， 二跟四都是在讲 cold， 所以才错。呀，二跟四呢都是 cold 的现象，所以呢他才会做出这样的反应。所以二跟四是错啊。所以因为他叫你打勾不了，所以呢我们就答案就是一跟三罢了。呀，答案就是一跟三啊。OK， 因为二跟四是。冷的天气、哦、然后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题目已经跟你讲了 higher temperature， 所以我才来教你们，就是看好题目才来做啊，啊，考试也不例外啊。Okay， 因为他就是要看你们会不会去看得懂题目。Okay， 所以就是这样吧喽。X 是 sweat gland， Y 是 blood vessel， 然后 boy 呢就是一跟三吧啊。
OK， 所以呢，我再接下来哦，因为其实还有几题罢了。OK 啊，再接下来这一个的话呢，其实我是不会给你们看着抄啦，毕竟你其实是可以跟着答案来把你的 graph 画起来。我就不懂你们有现在呢，你们到底是有没有上到啊，在数学里面有没有上过这一个部分呢、啊？所以我就不太清楚。只是呢，这一个画 graph 的部分呢，你们必须要学起来怎样画哦。你就只是出去跟着他画格子罢了，然后画完了过后呢，你就是用虚线来涂黑，用虚线来涂黑，然后怎样画呢？你就跟着他这一个数据，跟着数据，一般上呢，在科学里面，左手边属于 x， 右手边属于 y，OK 吗？右手边属于 y， 好 ，graph 的话呢，怎样讲呢？这里就是你的 y 咯，横的话呢就是 x 啊，就是这样而已。OK 啊，左手边呢一般上都是 x， 因为你的 graph 里面都是会有 x 轴跟 y 轴的。哦，右手边就是 y 咯。哦，一般上 x 呢都是 manipulated variable， 就是超中心变数。OK 啊 ，x 就是超中心变数哦 ，manipulated。然后 y 的话呢，就是反应性变数。如果考试有问你的话，还有给你 table， 其实你就这样找出来就可以了。Yeah， 所以这个是你必须要知道的啊。上到高中哦，无论你哪上课都好，理科都好，你都要会啊。OK， 所以这个呢，我就不给你抄了哦，因为你就只是纯粹跟着他画画不了。Yeah， 跟着他画线吧。Okay， 你可以 refer 读答案啊，然后呢，我今天要讲的呢，因为剩下最后了，呀，所以这个一样，请你们写下来，呀，一样，请你们写下来。第一题 ，What was the normal amount of urine produced each half an hour by the student？ 这个是要看 graph 啊，看前面的 table， 所以答案就是50 cm 三次方，呀。所以因为现在时间已经结束哦，请不要离开先，请你把答案写下来，来不及抄 screenshot 啦，呀，来不及抄的话就 screenshot 就可以了。哦，因为这一些东西呢，其实就是跟着你的那个 graph 来解释，呀，这一个类似这样的题目呢，都是分析题，呀，叫你分析上面的数据哦。哦，所以这里的话呢，我们可以分析得到每半个小时它都是会小便50 cm 三次方。哦，三次方的话呢，其实是50 ml 哦，对啊，因为1 ml 就是等于1 cm 三次方啊。OK， 它的那个单位其实不太一样了，可是其实道理是一样的。呀，然后呢，接下来的话呢 ，describe the effect。On the volume of urine, the volume of urine produced increases from 50 to 450 cm per cubic. 然后 to get rid of excess water 啦 ，yeah, in the body in order to maintain normal water level. Yeah, 这个我拉下来哦，五十 cm 三，所以会拖到你们一点点时间哦，请你把它先写到完先。呀，看不到的话，可能就是建议你就是用后面的答案了。呀，然后 donkey 的话呢，就是讲到叫你算它总的尿量啊，呀，它的尿的总数咯，哦，所以尿的体积的总数啊，所以我们加到完了 ，OK， 就是50加280加450加250加120了。答案就是1150，呀，五十加280加450加250加120咯 ，OK， 然后接下来呢 ，How long does it take for the urine production？ 呀，它要小便多久？呀 ，to return to normal level， 哦，所以它大致上要需要到三个小时啦，哦，它才来恢复它本来的那个 level。OK， 所以 last 呢 ，last 的话就是他就是问你，如果温度很高的话，他会怎样？呀、yeah, ，所以这一题哦，还是一样啦 ，hot 啊，呀、yeah, ，温度高的话呢，你就要想到，
热的话呢，身体会做出什么反应？ OK， 所以呢，它就是会流汗哦。流汗的话呢，其实在课堂上我有跟你们讲过的，如果你一流汗，你的汗液蒸发的话呢，其实它就是会带走那个热能。呀，它会带走那个热能，带走了，它就会冷却你的身体。呀，一带走就是会冷却了。呀，所以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就是要这样了哦。所以请 screenshot 下来啊。还有呢，就是再提醒你们多一次 ，PBL project 很重要。没有交的话呢，下半年，会比你没有做功课还来得惨啊。OK， 因为他一扣就扣十分了。我还看到有差不多几位学生还不要交了啊，所以那个我就不讲他了。因为我给的截止日期就是这个礼拜的拜六啊，给 video 也是一样哦， video 是100分啊，10分里面占2分啊，呀，总平均哦。OK， 所以就这样吧啊，那一些没有，那一些就是再建议你们再点多一次名啊，哦，是我的话呢，我会点3次，前面、中间、后面 ，OK 啊，这个你就没有话讲了。一定会有 ，OK， 所以就这样吧啊，所以拖到大家四分钟了，抱歉。所以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就是会上下册的啊，综合科学初二下册啊。谢老师 ，OK， 好，所以我们今天去上，好，所以就3、2、1，等一下。